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有位粉粉提供给了我一张图片，他说是叶小龙换装以后的图片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你们看，叶小龙如果换装了以后，他的上方就会出现这个换装标识。小伙伴们，这就是图片。你们看，有没有发现好像有一点不一样？换装以后的叶小龙，他拥有了一个面具。而在游戏中的叶小龙，他好像没有面具，并且我们发现棍子也发生了变化。你们看，他的棍子是红色的，而换装以后的叶小龙，棍子好像变成了木头。小伙伴们，在评论区中打出2629，你将会看到他的获取方法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还多了一个宠物？这个宠物就在他的身后，看样子好像是一只蜥蜴。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它是绿色的，并且这个叶小龙它好像还不害怕。小伙伴们，如果它是叶小龙的换装皮肤的话，你们期待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中告诉我一下。